好久没有这样认真地审视过自己了。我一直都不能接受我这个身体，现在却发现这身体和我的心缺了哪一样都不是我。到今天我是彻底接受了我的身体，看着镜子里的这个人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再也分不开了。就算是个女人，只要我还是我，就这么活着也挺好。